小发，小发，你自己看的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我哪知道？一个大孔侯爷，你自己的衣服你不知道，难道我知道吗？你一天闲着没事做，搞这些恶作剧有意思吗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最清楚，还好意思来反咬我一口？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我跟表妹有什么，但是她年纪那么小，能有什么啊？你天能不能不要疑神疑鬼的？我很累的。你累？那地里面有多少天你没去管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反正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解释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表哥，表哥，我有个事情跟你说。什么事情啊？刚才说我很忙的。你过来嘛。你就在那里说吧。我发现我嫂子这两天有点不一样，肯定有什么问题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。哼，反正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木兰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就别闹了行不行？都到现在了你还不愿意说是吧？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一个解释这么难吗？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啰嗦，我都说了我不知道，你还要让我说什么呀？既然你想这样，那随便你吧。哎，木兰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堂姐，我准备去地里面把那些草除了。反正我待会也没什么事做，我和你去。不用了，天气这么冷，你快回家去烤火吧。烤什么火？去干活还暖和一些。行嘛，那走吧。堂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怎么了，木兰？今天我发现小发的衣服上有个口红印，我就去问他，他还不承认。那是不是你看错了？小发他那个人再怎么样也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啊。堂姐，我是不会看错的，我发现他这段时间都变了，整天不是和表妹这里玩就是那里逛的。那你说他嘛，别委屈了自己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不舒服你就大胆说出来。哎，我真的是管不了了。那你也总不能让他们一直这样下去吧，你不好说，待会儿我回去找小发好好说说。行，那看你说了他会不会听了。我尽量试试，我们赶紧干活吧。嗯，